友，有事没事小朋友就一定要跟着哥哥姐姐走。想和我们做朋友，哼，请拿开你的双手。走个性耍念的装成熟，其实你们只是一只可怜虫。人活着就要为了你想而活，不像你们每天在网络上跑跑跑，把别人孩子这教坏怎么办？我真的想替他们给你一巴掌。真的想替他们给你一巴掌。